不要脸！你说谁呢？说你呢！你是谁呀？凭什么这么说我？小姑娘，你家穿的体体面面的啊，干这种事情，不要脸！你把话跟我说清楚了，你。 我说张小军你怎么不爱回家？原来都在您那儿。我哪里做错了？他可以不管我，他怎么可以连我的孩子都不管了？我真不知道他结过婚，更不知道他还有孩子。我也是受害者呀！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张小佳很有钱是不是？啊，我们家已经穷到跟孩子没说血的钱都没了，我对不起我的孩子，走，咱们找他去做，找他说去。哎，你赶紧回去，后面被妈妈说，张军，曾经憋屈求爹说他不够丢人的呢。这些，都给你，你拿着这个包，收住，这个表要全给你。 就别军说，我最不知道他是这种人。鞋也都给你，给孩子买双好鞋呗。来取鞋了，开鞋啊！看嘛，取鞋了，开鞋啊！鞋很薄。 多少钱一斤啊？哎，妹妹，我还不好意思了，这俩还有海参，带刺儿的啊，很好。<笑>怎么了，妹妹？我都要了。都要了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个虾你就吃吧，妹妹，这个虾是真让你满足。你别相信他。 娜姐，我都想死你了，我们得有2年没见了吧？这两年，我倒是想明白了一件事儿，像咱们以前那样小打小闹的，实在是没什么意思。要干啊，就干一票大的。你呢，演技比我们都好，叫你来就是想让你给他们上上课，洗洗脑，你别的什么都不用干。 到时候等着分钱就行了。对，就用你这种伪善的笑容。我再说一遍，骗养老金这种事儿，我干不了。别在这给我装什么圣人！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，你分什么老人孩子？反正我干不了。这一下骗这么多人，出事儿肯定麻烦不小。你找别人吧。 你以为你不干你就干净了？你以前干的那些事儿，就没人知道了？嗨，娜姐，那些都是老头老太太，他们哪懂那些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一票有你没你我都干定了。谁不让我好过，他也别想好过。等等我，金姐。 谁不让我好过，他也别想好过。
摇滚嘛，忘情了。这样，我该民谣。爸妈，我来看你们了，挺好的哈。我今天来呢，是给你们带一个好消息。我马上就要出差了，公司跟我说，我这次要是干得好的话，马上回来就可以升职加薪，还能出去玩一趟，挺好的哈。所以呢，走之前给大家打个招呼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就去几天。几天？我也不知道几天。有实话跟你俩说了吧，其实我没什么工作，现在有家也回不去，我都不知道我该去哪儿。还不是因为你俩吗？要不是你们走那么早，我能像现在这样子吗？每天连一起吃个饭的人都没有。我知道，你们肯定又要说，我不是还有我姐呢吗？你们放心，我绝对绝对不会给白家打电话的。正在给白家打电话。你这个挡脖子，我这有腰。你说我俩谁好看？你俩就别争了，那最后决定不还得白家吗？佳佳，嗯，你看你看哪个好看？我看看啊，蓝色那套吧。哎，麻烦你给我来四套。您的婚礼是在下个月，四套的话时间上应该是来得及的，没有问题。四套干嘛要四套呀？对，咱不仨人吗？就是啊，这不三套正好，为什么要四套呀？对呀，咱不仨人。对呀，我知道。嗯，干啥？接电话。你接吧。都说好了，在外面别老说我接不接不接不这事儿吗？我说你接电话吧。关键我舌头不好使，好使我不就接了吗？谁呀？不知道，响一声就挂了。我看看。行，你们先。在哪儿呢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不是，你能不能盼我点好呀？啊，这好几年没联系，一上来就问我有没有出事儿。我给你打过多少次电话，你回过吗？怎么样？过得好吗？我过得挺好的，我马上就要出差了，去谈一笔大生意。马上我要结婚了。什么？你说你要干嘛？我说我要结婚了，下个月举行婚礼。本来打算你本来打算，你本来就没打算告诉我是不是？我想告诉你，我联系得上你吗？不是白家，你凭什么结婚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为了躲我，所以才想随便找个人嫁，对不对？什么叫随便找个人嫁了呀？我告诉你，他好着呢，对我特别好。找个机会，我介绍你们认识。别，千万别，您千万别介绍，我多给您丢人啊！白娜，你给我听清楚了啊！下个月八号，我在宁州举行婚礼，你可千万别来。我手机一直开着。别等，我不去。
听到了吧？白家要结婚了。散了散了散了，就得该彻底散了。他不是不让我去吗？我偏去，我就要去，我去定了。啊，你也别到处乱逛，早点回家啊。好嘞，啊。哎，我没有，你慢点，我没有，你干什么？你听我说话，什么？哎呀，我没有，老板，我东西在我下边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？姓名？我叫方耀东，今年27，大家都叫阿东。我家住尖峰岛，我是前年毕业的，在宁州科技大学学的是生物工程专业。问你姓名。没问那么多，啊，方耀东，警察同志，这戒指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，这是我妈留给未来儿媳妇的，我今天拿着是准备求婚用。警察同志，您放心，我绝对是个正经人，我爸是我镇上的镇长，而且我从上小学开始一直是三好学生，啊，当然这全是靠我自己努力，和我爸是镇长没有关系啊。我们家的口碑在镇上一直也非常好，所以警察同志，我，哎呦，我真的是干不出来这种龌龊的事儿。小伙子看起来人挺老实的，哎，身份信息呢我也核实过了，没有问题。你看看这件事儿，你想怎么处理？实在不行的话，靠案以后咱们可以去锁里。不用，没事，没那么夸张的。下次注意就行了，就当是个误会。那既然是误会，我们这边就不予追究了，好吧？身份证、传票，哎，谢谢。传票，谢谢。哎，等会儿。你不是软座船舱的，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。我们去上次去问了朱家尖有没有去过现场。
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哎，来你这边。哎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不好意思啊。行吗？怎么了？那个，我前男友在前面堵我呢，找了一大帮人。啊！哎哎哎，你干什么？你配合我一下啊！配合一下，带我一起出去好吗？你前男友在前面堵你？啊！带多少人呢？妹妹，咱俩这样不太合适。你看你和你男朋友的事吧，还是……谢谢你啊，不用了。哎，什么意思？没来，说好来堵也不来，一点都不靠谱。谢谢你啊。要不我在这等你一会儿吧，万一他又来堵你呢？我是刚刚那个船乘客，我包还在上面，我还没拿，他就开走了。还有这个戒指，我刚捡到的，得还给别人。啊，你能帮我把他叫回来吗？事儿跟他俩说。同志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没有啊。姑娘，您刚才不是说那个戒指吗？啊，这个啊，我男朋友刚送的，好看吧？这个镇上呀，少说有20几个名字里带东字的。哎，你要找的是哪个东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些都不是。啊？你好，我叫蔡德东，上一次叫我阿东的，还是我的初恋女友。那年我17，她20。快躺着吧你。我知道了，他要找的肯定是镇长家的阿东。哎，他们年纪都差不多。对对对，他说过他爸找镇长，他家在哪儿啊？要说阿东他妈的命可真苦啊，那生他的时候生了好几天都生不下来。我还听说那孩子刚一生下来，屁股上就有那么大块胎记。你那还不是听我说的呀？哎，我可是亲眼看见的。哎，你们还记得吧？阿东小的时候呀，属他最机灵的，跑在前面，屁股后面永远跟着一群孩子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记得有一年啊，这帮孩子跑海里玩，有一个最矮的呛着了，差点没抢救过来。那不就是阿东他舅吗？哎，一人小5岁，那个儿还没人高呢。别说的，可人家辈分大嘛。美女，来旅游的吧？一个人啊？男朋友呢？坐我这车你就放心吧，绝对正规，按公里收费，童叟无欺。你这季节来的正好，我们的海鲜特别新鲜，你就吃去吧。过段时间还有地方特色海王节，可热闹，多玩2天再走。别着急，很快就到了。你刚才说去哪儿来着？镇长家。你早说去镇长家嘛，我就不给你绕路了。美女，你等一下啊，我去给你叫人。
就是他。大哥，你看了？戒指。对对对对。你是找阿东吧？对，他在吗？哎呀，晚了，他已经死了。妈，你是谁？我是你女儿，你怎么又忘了呢？你不是也已经死了吗？哎呦，妈妈妈，进屋说吧。你真的是阿东的女朋友？阿东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女朋友呢？不可能。这儿没你什么事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对了，刚刚车费没给你，多少钱啊？哎呀，没事儿，他是阿东的舅舅，还给什么钱呢？舅舅？阿东没给你提过我？我比他大不了几岁，但是我辈分在这摆着呢，他还得管我叫舅舅。你要是不习惯的话，你可以管我叫水哥、阿水什么的都行。有一个最矮的呛着了，差点没抢救过来。哎呀，那不就是阿东他舅吗？你笑什么呀？啊，不是那个，我是在想你是不是小时候差点在海里淹着了，所以叫的阿水。这个阿东，跟你说这个干什么？行，那个，他在家吗？能不能把他叫出来？我把东西还给他，我就走。姑娘，我感觉你有点生我们家阿东的气，是不是他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呀？他当然有。没有。对了，他回来也没拿一个那么大的包。你要还给他什么？戒指。戒指？你为什么要还他戒指？这戒指不是他拿来求婚用的吗？哎，那个，我把东西还给他，他把东西还给我，我们就两清了。花了。肯定是我们家阿东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，所以你找到家里来，要把戒指还给他。悔婚？不是，悔婚？什么悔？奶奶这悔婚了？情在人，他就不听劝。你说你怎么能听人？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呀，大家？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，连朋友都算不上。姑娘，你先别生气哈。我们家阿东小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哎，这上大学走了这几年，连我都快不认识他了。哎呦，大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阿东小的时候特别的乖，特别的懂事儿。明白了，阿东肯定是喜欢别的女孩，而那个女孩呢又不是真心对他，所以你一生气换戒指悔婚，是不是这样？肯定是这样。我跟你说的还真有道理。我早就说过了，你们都来晚了，阿东已经死了。我不跟你们说了，我先走了。嫂子，你不能走。嫂子，你不能走。我哥经常给我发微信，经常提到你，他是真的很喜欢你，他就是鬼迷心窍了。求求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什么什么呀？我跟你们说不清楚，你们问他去吧。啊，我不问他，肯定是我哥不对。我哥就是见异思迁，他脚踏两船。混蛋呢！我怎么会生出这么个东西来？真是家。大哥。哎，大哥。哎，大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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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子，你怎么躺在地上会冻死的？快，赶紧去看怎么了。衣服解开，衣服解开。这儿。嗯，好。位置还行哈。嗯。我去趟卫生间，马上回来。快点，演出马上开始了。好。怎么样？哎呀，看不着，是不是那个呀？哪个呀？这，又来了，快来了，快！电话响了。哦。给我！没事，放松，别紧张。
哥，哥，哎，医生，大夫，快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，先生，先生，没事了。这都报警了，这还没事儿？你是医生，你会看病吗？你病人真没事儿，只是这个仪器没电了。这个仪器怎么会没电了呢？玩游戏手机没电，我合计在这充个电。我抽你！你怎么充电？不要随便乱动医院的仪器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谢谢啊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也不舒服，去看一下。请问您是？我是刚刚那个病人家属，他还好吗？哎，姑娘，三个月呢是特殊时期，流产的几率还是挺高的，所以千万注意营养。还是按照我们以往的惯例，随机抽选一名幸运观众来台前，我们互动一下。三排十五号，下面掌声有请三排十五号的这位美女闪亮登场。掌声还不够，朋友们。Hello， 美女，一会儿无论问您什么问题，您只要回答 Yes 就 OK 了，好吗？Yes。 哎呦，我的美女非常机智啊，很迅速的就进入了我们的游戏状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是不是全场最帅的男人？ No。 那这个人你认识吗？ No。 阿东，我这个人嘴笨，也想不到什么更好的方式，所以我今天，我想让现场的观众帮我加个油，打个气，好不好？你愿意嫁给我吗 ？Yes! Yes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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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戒指呢？幸亏是你，这些都是我哥的宝贝，我们都不敢碰的。不过你现在比他们重要多了。
爸，叔叔，你好点了吗？还习惯吧。嗯，挺好的。哎呀，今天是非常抱歉，但是你既然都已经过来了，那就等阿东回来再说吧。就是，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就早点休息吧。晚上睡觉一定要盖好被子，小心肚子。我们这儿不比城里头，就是肚子别着凉，肚子别着凉。行了啊，差不多得了。东哥，别难受了，我们也学到了，以后谁要想分手，就用这招，准保能成功。不是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你说这，你这戒指盒还在，这戒指它怎么就没了呢？哎，本来我们就因为回不回老家发展这事闹矛盾。现在戒指又丢了。喂，兔崽子，你在哪儿呢？马上给我滚回来！啊？怎么出什么事了，爸？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？马上给我滚回来！小西。家里出什么事了？你快回来吧！你在哪儿呢？人家都找到家里来了。谁找家里来了？怎么了？你女朋友啊？还能有谁啊？谁？女朋友？不可能啊！你认错人了吧？人家都戴着咱妈的戒指呢，你还不承认？戒指？找着了，找着了！赶紧坐这两天的船回来。哎，行，你先把人留住啊，马上回来啊。都说说吧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吧。无论如何，现在一定不能让他走。医生也说了，这头三个月啊最危险。哎，阿东小，不懂事儿，但是我们不能再让这母子俩有一点闪失了。可算是说了一句当长辈的该说的话了。就算到时候阿东不认这个孩子，实在不行，跟我姓，滚。我走还不行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明天午饭的时候还会再来的。二水，你别多想，我们不是这意思。他没事儿，你还不了解他，他才不会多想呢。我意思让他明天中午吃完了再来。哦，你看。阿东都已经怀上了，要不我们来个双喜临门？你要不想就算了。一会儿晚点儿，咱俩出去散个步。你从天上下来了，儿媳妇。你去哪儿了？我都想死你了，好媳妇儿。嫂子，你睡了吗？奶奶，我下次来看你啊，我先回天上去了。嫂子，爸妈，没事吧？嫂子，你睡了吗？妹妹，怎么了？嫂子，你这是，啊，那个床太难睡了，刚挪了一下。这种时候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？放着我来。不用，不用，挪好了。大晚上的，怎么了？找我事啊？啊。爸煮了牛奶让我给你送过来，有助于睡眠。
怎么不吃？来，我给你盛碗汤。哪里不舒服啊？我没事。谢谢你，爸爸。啊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我家里有点事儿，我先回趟家，回头再聊。哎，不是，阿东，你那女朋友可真漂亮，身材也好，性格也好。哎，你别说啊，阿东那女朋友还真是漂亮。哎，她怀孕几个月了？怀孕？啊！哎，到时候生的时候需要帮忙，还找我啊。哎，你别跑啊！怎么，还信不过我呀？我真不认识她。我真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。如果你真的跟这个姑娘什么关系都没有，那她为什么会找到咱们家来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你对一个女孩这么凶，人家敢说话吗？你不知道人家怀孕了？别开玩笑了，我认从小带大的，你应该相信我的，对吧？我当然相信你啊。是到了我该说离开的时候了。对不起，如果不是我来还戒指的话，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误会。真的对不起。听见了吧？啊！虽然我也只是想拿回我自己的东西嘛，但阿东说的是真的，我确实骗了大家。他自己都承认他是骗子了，这回你们相信我了吧？说话呀！我还是走吧。姑娘，我希望你也把话说清楚了。啊，你刚才说想要回自个儿的东西，什么东西啊？爸，你别相信他，哪有什么他自己的东西啊？是他在船上偷了我的戒指，我妈给我的戒指。哎呀，他就是个小偷，是个骗子，你们别相信他。我想要回阿东曾经对我的阿东说的对，确实骗了大家。我不是他的女朋友，他现在的女朋友是别人，不是我。我。
女朋友是我大学同学，叫雨涵。这根本就不是你啊！我就知道你跟雨涵关系不一般，你还经常骗我说你们只是普通同学，关系比较好而已，还经常带着他跟我一起吃饭。女人的第六感是很准的，你们不能这么欺负我。太过分了！啊！谁呀？谁？让他哭！东子，你说，你既然已经喜欢别人了，为什么还回去找人家？还让人家？我，哎呀，我哪知道什么孩子？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呢？是啊，东子哥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大家都冷静啊，都冷静啊！这个姑娘啊，我们也不是不相信你，但是还是希望把这件事情搞清楚。你看，要不你给大家说说阿东以前的事情给我们听听啊？郭夫人主意好，对，他要是我女朋友，他肯定知道，对吧？你说，说。东，你非要把事情搞到这个地步吗？阿东经常跟我说，他能生下来非常不容易，妈妈生了好几天才把他生下来，因为是家里唯一的儿子，阿东妈妈吃了不少苦呢。我嫂子是难产。你们来晚了，他妈妈早就死了，我的儿媳妇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？姑父，爸，姑，你们相信我，相信我行吗？啊，你们相信我呀，我不知。是不是你，小琪啊？是不是你告诉他的？我什么都没说呀。阿东有时候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有些小事气他总是爱炫耀。他说他是这个镇上的孩子王，屁股后面经常跟着一群小伙伴，还总是一起去海边玩。有一次还差点发生了意外，是吧，舅舅？啊，对对对，他当时都没管我，我当时根本就没看见你，好不好？到现在了你还狡辩啊？不要！也许是因为难产的原因，阿东生下来的时候屁股上有这么大一块胎记呢。你到底是谁呀？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？你这个臭小子，做个男人要有担当，到现在还不承认，还不承认，还不承认。如果我早点听阿东的话，把孩子拿掉就好了。啊！要打就打我跟孩子吧。你这个畜生！不是说我是骗子吗？那我就骗。先去我那儿住着。嫂子，嫂子，你还没睡啊？要不要吃点水果？嫂子，你不用生气了。嫂子，我哥他已经都走了，我爸说了，他再也不想回来了。以后这是你的地盘，真的。嗯。
嫂子，你跟我哥是怎么认识的？哎，嫂子，你跟我说说嘛！你要求你了，你就告诉我吧。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周六，我一个人在餐厅吃着饭，一边吃着饭，一边听着腾格尔唱歌。等一下，腾格尔怎么会在那儿呢？那是个非常有名的美式餐吧。哦，腾格尔站在台上，唱着一首经典的歌曲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。这个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着绿色的裤子、红色的西装、梳着分头的男人出现了，在那里深情地望着我。What？ 我哥怎么会穿成那样？不好看吗？还行。May I help you, sir？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这里表面很精彩。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呀，小姐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？看过来，看过来，没有啊。不要为我的样子吓坏，是我的心，其实我很可爱。再为你燃烧。我哥怎么这么土？土味浪漫。哎，有什么用呢？回忆越美，痛苦越深。嫂子，你可千万不能后悔啊！我相信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，我哥一定会回心转意的。这儿就是我家，阿东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。来坐。哎，他在里面呢，你们俩聊，我先出去了。谢谢乔。你怎么还找这儿来的呢？啊！爸爸说以后不让你进家门。爸爸？那是我爸爸。爸爸说以后不认你这个儿子。我真是受够了。这又没有别人，能不能不演了啊？把我的相框还给我。什么相框啊？我的相框。你相框怎么在我这儿啊？你居然时不时好歹啊！我不是要被你追戒指吗？在你包里。别跟我提戒指啊！戒指就是因为你才丢的，才有现在这么多麻烦的事儿。好意思，好意思提你什么破相框？你给我提那个破什么？破什么？哎，破什么？别动手啊！你相框丢了，我给你买，我给你买十个还。我借我那个。我不知道你那个相框在哪儿，我根本就没见过你那个相框。反正你给我听清楚了，装着腾格尔相片的相框，你得给我找回来。你威胁我呢？哦，意思就是相框找不着了，你就不走了？这可是你说的。正好，我在这不愁吃不愁喝，刚刚好。哎呀，哎。你能不能不这么得寸进尺啊？啊，不是，你说你个小姑娘，你怎么能喜欢腾格尔呢？
我知道了，那个腾格尔肯定也是你偷来的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就说那个腾格尔就是你给偷来的。再说一遍。怎么回事？舅舅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哎！畜生！烫了，好香哦！量一下啊，小心烫啊，奶奶。好喝吧？再来一个小馄饨。怎么了？呛到了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呛到了？怎么了，儿媳妇？你别回天上去了，你就一直这样陪着我，好吗？好，不走了，好不好？放心吧，妈。再喝汤，小心烫，好吗？别叫妈，叫奶奶。奶奶这会儿不糊涂。好，奶奶。喂，是我。你的婚礼准备怎么样了？我挺好的啊。我在剑锋岛，我一个朋友家。真的？你怎么不信呢？不是白家，为什么每次说不了几句话就要吵架呢？我还给你准备了礼物，你知道吗？行，不相信算了，不跟你说了。咱爸去哪儿啊？贴海报去了。海报？爸。哎。来，我帮你。爸，您贴这个嘛呀？对啊，公告栏上都有了。哎，我今天去问了一下。今年报名的情况也不是太好，现在年轻人都不重视这个了。我心想，在这主要街道多贴一点，让他们大家都能看到。这个海王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海王不是你想象中的海王。
好嘞，我知道了。那你看还有什么能帮你？哎，那个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相框，你帮我找到了吗？就是有腾格尔照片的那个。哎，这两天演出太忙了，我尽快去一家给你找找，找到给你寄过去。啊，行行，那你先忙，我过几天回去啊。好好好，好嘞好嘞。看谁来了？哎，听说把人家姑娘抛弃了，不想认，被他爸赶出来了，瞧他那德行，怪可怜的，活该，哼，搁这儿呢。哎呀，你气你又了都。我就喜欢你那头发，真漂亮。阿东来剪头发呀？啊，随便修修。那可不行啊，这头发和老婆一样，不能随便修的。都是你老在后面说人坏话，老话可灵了，说曹操曹操道，我那是坏话吗？这抛弃弃子的人，那肯定没好下场啊，没错吧？可毕竟老镇长在咱们这儿可是德高望重，没想到老方家，我要不改天再来吧。多情寡义。我们镇都多少年没出过海王，那奖金那么好拿吗？再说咱们也不会什么才艺，那不也是为了咱镇子争光吗？是不是？是。行。哎，阿东来了啊！来来来来。阿东啊，这个比赛是给咱们镇争光，不是给咱们镇丢脸的，不适合你。哎呀，也别那么说，没准人阿东真选上了呢。但阿东要选上，那也不叫海王，那得叫海贼王。哎，对，海贼王。海王，超级英雄啊！当年捕鱼最多的男人，他才能称得上是海王。他会受到所有人的爱戴。哦，对了，我爸当年还当过海王呢。真的？那后来呢？后来我们镇上就再也没有出过海王了。现在的成人礼都变成一种象征性的了。啊，早已经变成每三年举办一次的围海节，然后每一个镇上派出一名男青年来参加海王的评选，这评选的内容也都是以表演性质为主了。那你哥参加过吗？我哥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很少回来了。他就是参加他也选不上啊，你跟他那样，哪怕他遗传我一丁点儿。哎，爸，现在评判标准跟您那时候不一样了，现在都拼才艺。欺负媳妇儿，不认自个儿的孩子，这如果能算是才艺的话，那你哥哥他肯定能得第一。爸，你也别这么说阿东，我觉得他可以试试的。嫂子，你也觉得我哥能行吗？不用看，咱俩算没完了，我跟你说。哼，我告诉你，他们让我回来，哎，给我做这么一桌子菜，说明什么？已经开始怀疑你了。哼，瞎说啥呢？这些菜都是嫂子亲手给你做的。那我也吃，我就吃，怎么样？然后你还在菜里下毒？咋还没好、啊、多吃点哈，吃完了我们好好聊一下围海节。哼，你俩不会是想让我去参加什么海王的评选吧？你我真的吃饱撑的不太大了是吗？嗯，你以为咱俩事儿这么过去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会揭穿你的，你等着。哼，一会儿等我姑回来，
我姑一定会站在我这边。我怎么样？跟他说了吗？他说他不去。那就别让他吃饭。哎，别！那我就去问我姑父，我姑父是个明白人，他肯定会站在我这边的。哼，姑父，怎么样？他同意了吗？菜也撤了吧。这我还没吃。我还有我爸呢，我毕竟是他的儿子，他肯定是了解我的。我了解他，他是不是不敢去？宋柯。我再确认一遍，是不是我参加比赛了你就走？是要选上，你选上海王，我马上离开。一言为定。我觉得海王比的不仅仅只是才艺，更重要的是当代青年的整体个人素质。你这叫公报私仇。爸，不是，你接着说。谢谢榜一大哥送的火箭。啊，上台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看着你。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人放大，包括你的表情、你的眼神。今天先到这儿吧，回去自己练。哎。这一堂课太短了吧！我打听好了，今年的大多数评委都是女性，而且是从各状挑选出来的。你呢，站在台上以后，就对他们发出热情的赞，这样比较有亲和力。这怎么练呢？没事，对着我，对着我练习，看着我，赞美我，好吗？你有一双眼睛，一个鼻子，一张嘴。站修辞。你有一双大眼睛，一个大鼻子，一张大嘴。你其实长得还挺好看的。那个，练练乐器吧，今天。会吉他吗？一点点。海
风轻轻地吹过，夜空一颗流星滑落。记得有一本小说，故事里写着一首歌。有些特殊时刻，比方说在此时此刻，我弹着吉他唱歌，这首歌唱着你和我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么好的地方第一次带我来？我以前经常来这儿，我觉得这是我们镇上最美的地方。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，能跟你的家人一起生活在这么漂亮的地方。要是他也这么想就好了。谁啊？你女朋友？他总说这是老了以后回来的地方，他觉得我们现在还年轻，应该留在城市发展。可是我不想，我想留在这儿。但是我不想骗他。哎，骗别人可以，但不能欺骗自己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俩现在什么情况，但是你可以按照他说的去做，等到结婚的时候不就什么都好解决了吗？嗯，那不还是骗他吗？我要想骗他的话太容易了。嗯，可是我不想这么做。你以为骗人那么容易啊？说谎是一种强烈的内心活动，好不好？你必须要有很好的记忆力，而且有很好的应变能力，编的故事还得前后一致，最后再加上一点点小小的创造，完美。嗯，都能写篇论文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我很夸张是吧？反正你的谎话对我来说肯定是没用了。一般人说谎的时候呢，多多少少都会露出一点小马脚，就比如说你一说谎的时候脸就会红。别人可能没注意，但是我早就发现了。怎么可能？要不要试试？来来，你随便说句话，我就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。赌多少钱？十块。来吧来吧。有征兆了啊，红了，说点什么，说，随便说点什么，快。我输了。你看还不信？十块钱啊，我赢了。其实你挺适合这里的，你跟这里也很像。走吧。知道，要不让我坐会儿？算了。
不方便，下次吧。那我先回你家了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这导，你要说他小的话，溜起弯来他可不小了。谢谢叔叔。哎呦，你可回来了！你姐姐跟朋友来了半天了。娜娜，我们可算是找到你了。你都不知道，你姐姐有多担心你呢。哎呀，我们找你找的好辛苦啊！没想到你自己在这闷声发大财呢。你们怎么找来的？金姐给你姐姐打个电话，她就告诉我们你在这了。怪不得不和我们合作呢，原来是自己跑到这来发财来了。娜姐，要不我说还是你聪明呢。这小地方啊，一般人还真看不上。其实油水更多，对不对？那也多亏你们啊，要不是因为你们报警了，我能躲到这儿来吗？报警？报什么警啊？我们怎么可能报警呢？我们还要指着你发财呢，你还真怕了呀？既然娜姐已经把前期工作做得这么稳妥了，那我们也留下来。一来是为了配合你把这出戏演好，二来啊，我们也跟着娜姐好好学学演技。哎，你放心，你要骗那些彩礼钱，我可不贪心的，你一半，我俩一半，行吧？我来这根本就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差不多得了，赶紧走。白娜，我警告你，我大可以告诉外边的那些人，我们是一伙的。没完了是吧？一路上辛苦了，来吃点水果吧。谢谢姑姑。谢谢你姑姑，把我妹妹照顾得这么好。都是一家人啊，别客气。嗯，你们先聊着，你慢点啊。怎么样，想明白了吗？行，我答应你们，但是一切安排都得听我的。围海节，这是我们这个地区特有的、富有传承的文化节日，更是一个男人走向成熟的古老仪式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有请各个镇的代表闪亮登场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随风岛的崔荣彪，千斤重担我一肩挑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癫仙岛的王发祥。永贞第一，我最强。哎呀，我太紧张了。你看他们好像都特别厉害，怎么办呀？出息！你怕他们呐？把这人全当青菜萝卜，只管向前冲。啊！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。大家好，我叫方耀东，我来自剑锋岛。接下来进入下一个环节，才艺比拼。我叫方耀耀耀耀耀耀耀，
刚刚那是说唱吗？说我不行了，你们非逼我来。哎，全镇人的希望又要破灭了。又不是我的希望，那是你爸爸的愿望吧？就算你不为全镇人着想，你不能为你爸爸着想吗？都这么厉害了，还比什么比？其他当然不能用了，已经。回家吧，啊！你坐下，让我想想。阿东，你抗击打能力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胸口碎大石，可以吗？好，那么这位选手的表演呢已经结束了，大家可以醒一醒了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有请来自剑锋岛的方耀耀耀东登场。我叫方耀东，我的父亲告诉我，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这里，大海就是他们的猎场，祖先们要时时刻刻警惕无情的大海，面对滔天的巨浪，汹涌的暗潮，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与之搏斗，不是为了荣耀，而是为了一家人的生存。除了要紧握鱼叉和渔网，还要紧握对家人的信念，对美好生活的希望。真正让男子汉成长的不是风浪，而是对家人的担当。今天我们要继承祖先们的勇气，为家人而战，我们都是海王。我叫阿东，方耀东。我的海王，我抗议！我儿子刚才是一个人表演的，凭什么他们这么多人？比赛规则是不能邀请主演的，他们违规了，没有评选海王的资格。抗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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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那个，这位先生，请您先坐下啊。大家也都静一静。刚才这位选手的表演呢，确实有一些违规的嫌疑，但是我还是想听一听这位选手他是怎么说的。我想，祖先们的勇气是来自于家人，那海王也一定需要家人们的支持与鼓励，所以我们作为家人，你想陪他一起战斗。对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要一起战斗。他是我们家的儿媳妇，他就是我们家人，家人。
说的太好了，你们先休息一下啊，咱们听一听评委是怎么说的。好，那么评委们的评审结果呢已经出来了，今年的海王就是来自渭水镇的王发祥。特别的奖项要颁发啊，有请我们的选手方耀东。经过评委们的商议呢，鉴于剑锋岛选手方耀东及其家人很好的诠释了海王的精神，授予方耀东及其家人海王之家荣誉称号。咱们镇上多少年都没出过海王了，这一出好嘛，出了一家子呀。那可不是。哎，老镇长，这回呀，你们方家呀那是挣大光了。这块匾不是给我们家的，是给我们镇上的一个荣誉，明天我就把它送到镇上去。那不行，海王之家的匾就得搁在我们海王之家。走，爸，转过身去。一二三，到！接上你车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嗯。你给我们转钱是什么意思嘛？你们拿这些钱马上走吧。那不对吧？你的彩礼钱我就不说了，单说阿东哥得了海王，奖金都有不少钱吧？这一点小钱，就想把我们打发了？我也要走了。你也走？那彩礼钱你不要了？这你不用管，要么你们拿钱走人，要么把事儿闹大，这样的话你们分钱拿不到，大不了我们一起坐牢。可是，好，我们走。哎，亲戚，你选上海王，我马上离开。一言为定。你是要走吗？我不是答应你了吗？你赢了比赛，我就会离开。
我留了一封信在客厅，到时候爸爸。叔叔看到就会明白了，也不会误会你了。我帮你把东西收拾好了。虽然闹出了这么多误会，但我仍然觉得我当初来这里还戒指的决定是对的。你的家人们都很好，如果戒指丢了，他们也会伤心的。但是你东西还没找到呢。嗯，虽然相框没找到，但是我在这里找到了更重要的东西。谢谢你。刚才就看你鬼鬼祟祟的，疼个耳。我，你什么时候学会撒谎的？别闹！别闹！哎，就快点，快点！我给你停！疼！这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又翻魂了？不是的，叔叔。你们看看信。就全明白了。信。哎有意义。因为我在这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，所以我不能再欺骗大家了。我要把真相告诉大家，这段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麻烦，也给阿东造成了不少的误会，真的对不起。我走了以后，姑姑会把信的内容告诉大家的。媳妇，你真的要走了吗？奶奶，以后要少吃糖哦，不然牙会坏的。嫂子，你也要好好的。我求求你了，你赶紧换衣服吧，行吗？真来不及了。再等等。哎，不稀得说你。我说新娘子，你再不下去，底下就炸锅了。都动起来，快去看什么？都换衣服来不及了。快点，再等等，就再等等。
结婚还生气，不嫌丢人啊？你就是这样，打电话不接，看见电话也不回，参加人家婚礼还迟到，把所有人等着你，穿成这样你就来了。这是你姐夫，姐夫。哎呀，这是终于见着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说话呢平时不这样，就结婚这两天上火，折了几个泡。过两天正能好。对了，我给你准备新款礼物，腾格尔啊。咱爸妈不是最喜欢腾格尔了吗？正好以后我就一直放在这儿。想在你结婚的时候送给你，让爸妈也看看你结婚的样子。谢谢。干啥呀？把小花给我。这，从今以后，咱们不是一家人。一定要去吗？嗯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还是想去把事情说清楚。去吧，让他们调查清楚也好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都相信你，我等你。我来吧，几号桌？三号桌的。好。Help you, sir. Lady.
小姐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是我的心。当时还是有腾格尔帮我唱歌呢。对面的女孩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这里的表演很精彩，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。我左看右看，上看